在这里训练都已经241天了，到现在分数还是这么低，一点进步也没有。马上运游界一年一度的决赛就要到了，各路神仙都会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要再这么低的话，我不会因为成绩不好所以被劝退吧？这可不行，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进入1148米以内，好不容易考进来的，可不能让我的努力付诸东流啊。干嘛呢曲晨宇，这首歌收了吗？在那儿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给我好好打啊。好的好的，好，那我这么决定了，要加倍努力，向着1148米的名次冲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NH48 Team X 的曲晨宇。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永远向前的可能。